Oh my god！ 各位看，我发现了什么？每周一三五看笔电 YouTube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有感笔电。今天我们来验证一个都市传说。听说你在凌晨三点的时候玩 Minecraft， 地图中之码输入666，你就可能在这个世界中看到一个不明的十字架，或者是你可能会遇到迈克尔有史以来最恐怖的一个东西 ，Herobrine。真的有人会相信这种都市传说吗？没关系，我们今天就是来验证一下，好不好？是清晨三点玩迈克尔会遇到什么？可能只会隔天很累而已吧。好，我们这边来先创立一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就叫做。新的世界好了，生存模式嘛，然后不允许作弊，世界类型预设中之码666，听起来就好白痴，我还是不要一直嘴好啊。好，就按完成，然后建立起新的世界，手都在抖了哦，天哪、啊，好，进来了，哦，现在刚好快要三点喽，还蛮蛮恐怖的、啊。这个工作台，这个木棒，好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做我们的实践了。遇到 Herobrine 也不用怕了，因为我们有实践。我们来做个火把吧，我觉得怕等一下晚上看不到，合成个火把。好，现在该有的差不多都有了，一些最基本的一些东西这样。哦，对哦，我记得观众还留言说。连续按两下的话，可以在水中游泳，真的蛮酷的。现在已经过凌晨三点了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，还是要等到晚上吗？哼，好可爱哦、喔！史瑞克里面的驴子，哦，所以这就是一个沙漠遗迹嘛，这样子，我不知道啦，反正绝对不是大自然生产的东西。这箱子里面有什么呢？哎、欸，哦对。金头盔、煤炭跟小麦。那这边 OK 有一个宝箱嘛 ？OK 煤炭、小麦、藏宝图。OK， 其实《极限生存》第13集，我找到藏宝图，只是我还没有捡，所以敬请期待会有藏宝图。我会找到藏宝图。这边多好多僵尸呢！哦，好变态哦，他们在干嘛、啊？还发这种声音？OK， 终于快晚上啦、啊，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东西呢？到今天3:07了，晚上啦、啊，我就先暂时先盖一个房子，还是怕死掉、啊，怕没有拍完就先死掉。简单的房子、啊，这让我想到《极限生存》第一集，好久以前的事情。好。Oh my god！ 各位看，我发现了什么？天哪！都市传说验证了，是一棵树哎！哇，妖树哎！哇塞！清晨三点玩 Minecraft， 真的会看到树哎！然后 Oh my god！ 各位看，我还发现了什么？各位看，地上居然出现了这个十字。而且绝对不可能是我手上现在拿的相思木材，刚刚自己去建的。刚刚不知道什么，我在看这棵树的同时，往右下边看，突然就出现这个十字。天哪 ！Oh my god！ 我真的好怕哦。Oh my god！